Hello，今天有点忙，对付俩菜吃一口，吃一个鱿鱼，哇，好嫩，这样做的鱿鱼可好咬了，可软和了。鱿鱼做不好，就像咬胶皮一样，一言难尽呢。想吃吗？教程已发。土豆烧白菜，怎么这么好吃？看看这色泽，一点酱油都没有。造我的大鱿鱼，土豆过油可好吃了，这就是为啥薯条那么火的原因吧。一口造一个，能不能造下？差不多味儿。太过瘾了。自己做的比外边买的还好吃。这个可挺大，刚才的表情特别欠揍，你们要是想吃就自己去学啊。